好了，咱们开始上课吧。是的，很简单，好多那种特殊的业务哈，你涉及不到，所以说咱们填的大部分都是常规的业务，也没有给大家拆的那么透。因为我觉得呢，咱们来咱们直播间里的还是比较常规的业务比较多一点，所以咱们没有拆的那么透。但是你可以看我这里是有的啊，包括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长达33页的填表说明，我这里都是有的。但是呢，我没有给大家那么讲，我们还是讲了一些常见的业务，这样的话呢，也比较适合于大众的需求。如果我们抠住某一个问题，一个劲儿说，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不需要的。另外呢，现在这个报税啊，包括你用网听申报，就是免费的这个网上申报，它也有好多的内容都是自动生成的。现在这个自动生成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导致我们这个会计有的时候呢，好多业务不懂来龙去脉，这个不太好啊。就包括这个电子化一样，你看，你比如说你是个新手会计，那么你在电子化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多的报表啊，对吧？还有好多的勾稽关系啊，什么试算平衡，它都是自动生成的，那么你就不懂得这个操作的过程。你像我们一开始做会计的时候，它也没有自动生成，还拿手做凭证、登账本、手工账，然后呢，每个月月末，我们都要手动的画这个钉子账，把这个账画平，画完钉子账，做完试算平衡，然后取出报表，都是这么干活的啊，这么干活的。后来呢，就是我自己，我曾经创造了一个那个，就是在 Excel 里边设置过一个模板，就是把你这个月的钉子账复制到，把你这个月的凭证啊，钉子画成钉子账的这个模板录到这个 Excel 表格里面，然后让它自动的生成科目库存表、利润表，还有资产负债表。这个工作是做过的，这就一开始啊，干会计都这样。那你没有这个模板的时候，就是全部靠手工干。后来呢，就买了财务软件，就觉得智能了。一开始咱们报税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么智能。但是税友集团呢，它也是一直在升级，因为我们给大家讲的是税友集团的这个报税的软件，所以好多的地方它都打通了这个环节了，包括票跟税之间的勾稽。票跟账之间的勾稽，实际上咱们现在这个财务会计的活，同学们还真是挺好干的。但是呢，你还是要懂，主要懂什么呀？主要是懂税法啊，主要是懂税法。它倒不是说大家要懂这个账务处理。其实真正的，当你到了这个工作之中，你会发现做凭证这个很简单。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小白，从来没有做过会计，你去了他那儿，你就翻他的凭证。你翻上3个月，跟你翻上6个月，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的基础还可以，比如说跟着咱们上过课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在咱们学堂里边，学过几套那个手工账啊等等，那么你再翻上它3个月到半年的凭证，你是肯定可以上手的。因为你会发现呢，一个企业的业务它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类，做来做去，每个月就那么点事儿。你看，确认收入。对吧？然后呢，采购、费用的报销，还有呢，工资的计提，对不对？往来的清算、月末的结转啊，等等，它就这么多业务，哪有那么多不常见的业务啊？哪有那么多进项税转出啊？什么吸收投资啊？等等，这业务都是不常规的，常规的就是一个买、一个卖、一个费用，啊，一个往来的这个核销，啊，一个就是说工资的发放，平时就是这些业务比较常规。那你说像这个报税这个活儿，报税这个活儿，同学们这么给大家说啊，就是我作为一个会计也好，作为一个老师也好，其实这东西它就是一层纸，没有人带着你捅，这个纸就永远捅不透，你就不知道纸的那边是什么。实际上有人带着你捅一捅，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并不难，对吧？而且呢，我们国家对每一个报表它都有长长的填表说明，但是大家是没有这个心思啊，甚至是说没有这个时间耐下性来去看这个填表说明。我这个填表说明我看了好长的时间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所有的行业都用，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填表说明，每一行怎么填都有详细的说明。但是我是觉得呢，咱们没有按那个思路给大家讲，我们讲的还主要是常规的啊，也是非常抱歉啊。你像昨天有个同学问我这个租赁的这个哈。其实这个东西就在嘴边上呢，这东西可能是到了直播间看着大家的信息特别多，另外这2天一直在做决算，啊，给政府做决算，一直在调账，这脑子有点懵啊，缺氧。昨天跟我说这个租赁，我竟然都没有回答出来。
这不就是个服务业吗？啊，租赁业属于服务业里一种，服务业里边包括现代服务业。我就光想到啊，现代服务业是6%了，其实不对啊。昨天上着课了，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就是有的时候这脑袋都不在线啊，所以还希望同学们多体谅。咱们昨天是把一般纳税人给大家讲了，啊，一般纳税人给大家讲了。那么你这个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它填表是不一样的。一般纳税人，你看我们需要填这么4张附表，然后呢还需要填这个减免表，等等这一系列的表格，填起来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填表的顺序要注意，从下到上填。你把下边的附表填完了以后，你会自动的生成上面的这个主表，所以好多数据都是自动生成的。那么大家呢，主要就是关注那些特殊的行次，它之间的勾稽关系。你像我给大家说的这几个核对，你要把它做到了的话，一般的你的账是没有问题的。我讲个笑话啊，我一个学生今天交账呢，他让我看了看他那个账，因为他在账套里我能看见。他老师，你说我这个账能交出去吗？我说你先说跟你交接这个会计啊，你看风调雨顺，你可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这个学生是开财务公司的，我说你看对方这个会计他多大岁数？他说老师，我听他打电话挺年轻的。20多岁吧，不到30。我说他干过几年会计，你问过吗？他说我听他说话，他不太懂，因为上个月我问他，你赶紧超税，我好报税。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啥叫超税呀？那我学生就认为他连超税都不知道，所以就认为他没有干过会计。我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这个账就能交出去；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那个账是肯定交不出去的，那就是财务公司里的账。为什么交不出去？那账是哪儿哪儿都不平，你都不要说银行存款能对上吗？往来能对上吗？你想都不用想，连应交税费做的都不对。你说银行存款对不上，对吧？银行存款对不上，那可能你没有取得及时的取得银行单据。那你如果说把这几年的流水打一打，把这个结算业务的单证把它补一补，可能会把银行存款能够调平，银行存款账肯定是能调平的，就是看你干不干。你把这么多年的流水、这么多年的单据都把它打印出来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可能就是柜台上打不了了，你可能得去银行的后台去打，对吧？这个是可以调平的。然后你的往来，这个也可以干，啊，这个往来是可以干的。那么你这种往来你怎么干呢？你就是对账。啊，和你的客户、供应商之间去对账，看那个真实的往来是什么。我不是给大家说过吗？我就完全靠报表盗建了一个企业的账。啊，当时这个企业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企业的会计啊，找的是个人在家里做账的那种会计。后来呢，这个会计病了，病了以后，把他的账一直给他报税，都是瞎报。因为我们这个增值税，大家你可以。我们报完了这个税了，是吧？你只要是有这个开票信息，他就可以报增值税，这个就没有问题。所得税他就按照增值税报，收入他就瞎写，是这么报的。所以税一直在报，但是他账一直都没有做，所以他没账，导致他2、3年没有账。这可不是一个小单位，这个企业年销售额即7、8千万。那么当时他就把这个账让我做，你看我也没有账，我啥也没有，但我就硬给他造了一套账。那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账面余额都7、8千万，那当时你说这个账我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盗记啊，因为它报税系统里边有报表，你得按照这个报表盗记这个账。那你看它所有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应收票据，对吧？其他应收、其他付款，所有的这个往来，那我都让这个企业自己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数，就是你真实的数是多少。然后你根据这个真实的数，再去和报表上的数去匹配、去比，看看那个差额，然后再把它挤到一个其他科目里边去，就在那放着。将来如果能调整就调不整，那就只能那样放着了，因为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对吧？这个银行，那我们就得看看它的差额是多少，因为它这种企业银行是没法弄的啊，你就得按照它的那个报表，这种活好干。你看它的货币资金是多少？货币资金，你把银行存款挤平，对吧？因为货币资金不是现金加银行存款嘛，你就把银行存款那个数按照对账单那个数把它挤平，剩下的把它挤到现金里面去，这个账也就平了，对吧？你看这不就平了吗？主要是往来，那你的存货账上是多少，你就让它是多少，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硬给它编了一套账就出来了。
现在一直给他做的挺好的，他家的业务特别的多。他家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前天光打他家的煤气上我就打了800多页，光订就订了4本，所以这都是烂账。那再烂的账啊也可以把它弄清楚，就是看你下不下功夫。你像应交税费这个科目是个特别敏感的科目，所以大家将来你去换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他的账面。你像应交税费有大量余额的这种账肯定是做的不对，他那个账是没有做对。你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位应交税费趴着好几万块钱呢，那怎么可能呢？就凭这一点那个账他都交不出去，银行存款哪哪都对不上。就这样我听说今天下午也交走了，交走了以后听说交接的时候人家那个结账的会计师问了问银行存款能对上吗，那是对不上啊。所以他这个东西啊他哪跟哪的对不上，因为他平时就没有这个核对。但是同学们你要知道，你只要是做到我跟你讲的这几项核对，你这个税跟你这个账它是不会出大问题的。像我们的开票系统对吧，开票汇总和你的增值税报表所得税报表它都要做到一致，和你的会计报表都要做到一致，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出大差错，最起码金三系统不会监控到你对吧，证明你的大数据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你的银行和你的往来，那你的银行和你的往来乃至于你的库存，这个你得去真实的和企业的情况去核实，你这样才行了。所以他这个交接啊今天还真交走了，那以后那个账也不好做，因为那本来就是个小企业卖窗帘的，一年开不了几万块钱，那小单位好说，尤其这个大单位业务多一点的啊，你得注意点，因为咱们拿过来这个账啥样的都有，尤其是你们这个咱们这个干财务公司的啊，好多业务都是倒手的，所以这个财务公司这个活啊你接过来这个活你可得看一看。现在的话呢这个财务公司没底线，给钱都干啊，活就瞎干。你想想你让一个会计干好几十个活，而且给人那么点钱，谁给你好好干呀？每个月给你鼓捣出去了就行了。你看这银行存款出负数的这个会计是吧，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你银行存款怎么能出负数呢是吧。所以咱们交接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一些这个密码啊，大家可能明年有想换工作的是吧，你想换工作的你就去找一个大单位去干，你找一个大单位去干，你老在这种小单位耗着哈，就没有啥意义了。你像人家这个风调雨顺，你要自己开财务公司，对不对？你也只是怎么着啊？你扩大你的那叫什么？扩大你的基数，因为你这个财务公司扩大基数以后，客户源就多了，那你可以做一些高端的业务，对吧？比如你可以做税收筹划呀，你可以做内部审计给他查账啊，啊，可以给他做财税咨询呀，啊，等等，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财务公司现在好多人都在这样转型，但前提是你得有客户基础是吧，有了客户基础它就会出现不同需求的人，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升你的业务。当然了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是吧，因为现在有个活摆在你面前让你去查账，你不知道从哪下手那怎么行呢对吧。它主要是现在是什么，也有好多的这个财务公司啊，它这个做账没有章法，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比较大的哈，就是比较成规模的那种，那你去也行。但现在好多财务公司他走的是标准件，就是你呢就干这一块活，别的活呢不让你干。所以这种东西啊，其实你找一个小单位倒是可以，就找一个小的单位，别太大的一个单位，就在单位里给一家干。我倒不觉得在财务公司里干有啥好，你可能是在财务公司里可能会接触的比较多对吧，但大部分你也就是在跑腿儿啊，你在跑腿儿，你比如跑税务对吧，主要是跑税务，现在跑银行啊，甚至说跑工商等等，你老跑的这个吧，你不能说没用啊，但是你也不能老跑这个过程之中，因为大厅的业务它都是知识化的，它没有啥科技含量。你像我一个朋友干财务公司的，门非常硬，在我们当地的税务局都有他的办公室，本来这个第四个征期就最后这一个征期想着让我去那个税务局办公室里给他盯摊呢，去大厅里给他疏导业务，我想了想我不去，那家伙大征期这要命的是吧，那大厅里跟赶大集似的，我在那个大厅里给你疏导业务，我这一天还不把我累死了呀是吧。所以而且税务局也不给钱，就白干，人家给你个办公室你这图啥呀，这就是关系，他想通过这个疏导过程之中他想拉业务啊、嗯。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交接的乱账重建可以吗？不可以，账是不可以重建账的，你只能调，因为你这个账呢它就这样了，
尤其是你那个报表，你已经在税务系统里报过去了，你只能去调它，啊，你只能去调。哎呀，会计师事务所也不见得水平有多高，代理记账公司也不见得水平有多低，这个东西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你这个负责人的态度，啊，取决于你负责人的态度。你比如说，你就是想把这个当成事儿做，还是想把它当成事业做，对吧？你看这个风调雨顺，我倒不知道你的情况多大岁数，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个事业做，这个就好了。你可以通过代理记账公司扩大一个基数，啊，你有了客户源，那么将来有几个大客户，咱稳稳当当的把业务好好给它弄弄，这样是挺好的。不要烂做账，烂做账就把自己做烂了，那可不行。你最起码要保证几个敏感的数据要是相符的，你的申报数据，对吧？还有你的银行存款，这样的数一定是要相符的。你不能连这种，这叫什么呀？我们老家有一句糙话叫秃子长疮明摆着，对吧？就在这脑袋上摆着呢，银行存款能出负数，你这账做的就太垃圾了啊。还有应交税费贷方出现大量余额，我有个学生啊，他那个账啊，我有个学生他借的那个账，哎呀，我上个月我看了看，我帮他调了好多，把那个应交税费，后来我实在是不想给他调了，你都不知道他是咋做的。你看我为什么给大家特意强调了一下这个文件，就是2016年的22号文吧，财税。我为什么给大家强调了一下这个文件呀？因为啊，我发现啊，在好多的实务工作中，好多会计他不会做那个增值税的账啊。一般纳税人增值税怎么做，小部分纳税人他怎么做，他不会，所以导致你那个应交税费有贷方余额那么大，他做的都不对呢。有好多会计啊，他都到啥程度，他有好多会计到啥程度，他交增值税直接冲销项税额啊，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贷银行存款，你这账做的就太离谱了。所以他不懂政策，也不懂文件。所以同学们，你如果说是刚入行，你要进一个这样的单位，你碰上一个这样的师傅，那你就麻烦了啊。所以说呢，可以选择去一个小单位啊，去一个小单位，去一个小单位慢慢干，然后在干的过程中呢，哎，可以再摸索哪有问题就摸索哪，你不要怕税上有问题，因为这个税务上有问题，第一你可以看税法，税务局有事儿你也不用怕，你就去跑。现在一般的税务局大厅的环境还挺好的，是吧？你看大厅里有主任，完了当地呢都有12366的税务咨询热线，大不了就跑一趟，跑一趟就会了。所以这是这么个过程，你不要害怕，你就去一个小单位就去干。业务上一般就那样，就像我跟你说的，如果说他原来有会计，你是个结账会计，你就看他几个月的账啊，看他几个月的账，这是一点。如果他是个新企业，那就更好了，你从头给他来，你的账正好给他弄得哪哪都是合格的，哪哪都能碰上，一步一步的，就那么几个业务，你就随着跟咱们上课，随着在咱们学堂答疑就能帮你搞定。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一个过程，你的起点是很重要啊，你起点是很重要的啊。代理记账这个东西现在确实是好多老板啊，人家这个觉得这个税收也挺重要的，好多老板都把自己的账从代理记账公司拿出来了，包括到这个年底，你像我学生他们公司好多账都拿走了，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个账的重要性。其实大家主要是在学税法啊，你主要是学税法，你像这个报税呀，你像这个你像这个报税啊，你像这个什么那个财务会计就做账啊，这个东西都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都很简单，主要是去学税法，把税块差异把它结合清楚。你像我们明年要学的税法多了，是吧？你看我们的增值税要立法，我们的消费税要立法，我们的城建税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都在变，所以大家你一定要好好去学。这个实操啊，我怎么跟你说呢？实操实操，你得实际去操作。咱们这里的课程大家学了以后呢，你就知道怎么去下手了，对吧？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票证，怎么去弄，你知道怎么去下手了。但是真正的问题，你还要去做那个账，你得用你学的东西去实践，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实现你实操的目的啊，真正是去实现你实操的目的。这个东西你得敢干啊，你得敢干，这有啥不会的呀？底气得有。你不能说你还没干呢，先让自己给吓着了。所以你为什么要听课呀？你听课，你看为什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一些会计上的术语？看我会给你讲工业、商业，对吧？你看，因为有个老板他就问你，你擅长工业还是擅长商业呀？就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得聊点行话，你不能张口都是
啥也不懂，那行啊，是不是？所以这活能不能干，得先把自己说的能干，你得先得到这个机会。你有了这个机会，你怕啥呀？你得慢慢学呗，对吧？慢慢学，外账必须把它弄对。啊，你通过对公账户走的，那么你通过开票系统开的这些票，对吧？有销项，有进项，然后呢，有这个资金往来，也就是公户上有资金往来，然后呢，有物流，是不是？你不能说老买老卖，没有物流，没有这个运费，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慢慢的把它捋正，你的账上就没有问题。你看前两天我去数据局见了一个庄园，那数据局大厅现在熙熙攘攘的，估计大家都是去这个走走关系是吧？我就问我的这个庄委员，因为我有一个企业，他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就是没票收入，因为他主要都是跟个人往来，他就是不开票。我说你看我们有开票系统，对吧？我们也有开票软件，可是我们就是不开票，我们常年都走无票收入，那这个有没有风险？他说没事儿吧，你有成本吗？我说当然有成本了，我是有采购的，对吧？但是我也是有销售的，可是我呢，我的客户都不要票。他说可以吧，你看他说可以吧，他说可以，没问题，你就这么做吧，你只要是有销售有采购那就行。你看这不就是这么做吗？对，一直在这么做。所以尤其是小户，你只要是把你的收入、你的成本、你的资金流、你的物流、你的往来，你都把它严丝合缝的碰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企业呢，他不能把所有的业务都做到账上，你像他一年好几千万的收入呢，他不愿意做，对吧？他就只做了一部分。而且给大家说，现在中国这样的企业太多了，是吧？太多了，不是说一点半点。虚开发票吧倒是不太多，那你确实是有啊，但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单位的话，你还是少碰啊。这种开发票的，这属于是踩雷，那这个活太麻烦。我这样跟你说，同学们啊，你在会计上如果说出了问题，你的信用如果说出了问题啊，比如说你干的这个单位被虚开发票被非正常了，这个目前来讲对你这个人的一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还看不出来。因为咱们国家是在建立信用社会，是吧？但是这个信用社会建立到现在这个程度，到底将来你这个信用出了什么问题还看不出来。所以说啊，如果说你给一个虚开发票的公司当会计，或者是你参与这个事儿，他把你列为非正常了，是吧？你企业也非正常了，那么他对你整个的人生会造成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敢说，但是他绝对可以终结你的会计生涯，你的财务生涯就断了，不可能了。你想一想吧，现在如果你是非正常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或者是法人，或者是买票员，或者是办税员，那么你名下所有的企业都会成为非正常，你都买不了票，都会对它进行停票、降票量啊等等一系列的，或者是锁盘一系列的处理，这是肯定的。所以你这个风调雨顺，你要做财务公司的话，你要注意跟你客户对接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你们单位给他当财务负责人或者报税员之类的，因为这个财务负责人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让他们单位自己的人当。这个报税员呢，根据需要啊，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添加。比如说咱们需要替客户跑活了，你可以把它随时添加上一个报税员，办完了这个事儿再想着把自己赶紧撤下来，这是可以的。还有买票员也最好不要去做，让他们单位的人自己去买票，因为现在买票都是刷脸，对吧？让他自己去买呗，你可以陪着他去买，对吧？你陪着他去买，他买完了你把票拿回来。我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学生的，陪着他去吧，是这样啊。公款转给十万多给股东，那这个肯定是不行啊，这个是要交个税的，股息红利所得啊。你这样的话干巴巴的给股东转钱那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北方有这么个规定啊，因为咱们这里边学生哪哪都有，那天我特意去税局问了一下，就是财务负责人和法人是不可以是一个人的啊，财务负责人不可以做法人啊，法人不可以做财务负责人，他俩不可以是一个人啊。这个正常啊，个体户开点票正常，好多个体户都卖票，因为他个体户有用票的资格，然后呢他又开不出去，到年底给别人开点票啥的，这个有这样的啊，这特别多。因为我们同时也记着这个学校食堂的账，还有记着一些其他的个体户的账，有这样的。你说这个情况我知道，掌握着吧啊，不要在大范围内出圈。
咱们上一课是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申报给大家讲完了。同学们，你要有机会的话啊，你登录一下系统，把这些报表都打开看看。你按照我跟你说的流程，先导发票，先导发票，然后导完发票，好多报表都是自动生成的。那你第一个月的时候呢，你好好看看这些自动生成的数据，看一看这数跟数之间的勾稽关系。你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实在了，就是把我讲的这个课哈，就落到实处去了。要不的话，你还是觉得虚。那报表呢，要求打出来一份。今天咱们把这个小规模纳税人哈，把它说一说。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财务负责人、法人和报税员都可以是一个人，甚至买票要都可以是一个人。现在是不可以了，法人不可以做财务负责人。那天我在税局特意问过这一点，可能各地的税务管理不一样，大家可以问问你们当地的税局，好吧？这个问题还是说不清，还说不完哈，这个事儿多了啊。老板拿走十几万，说那是员工旅游票来抵，会计不是我，实际上也没有旅游这件事，我正想学一下可以这样处理吗？你说呢？这就不是业务实质，实际上老板拿走这个钱他就是去花了啊。你这个事儿啊，你可以让他怎么弄啊？你让他平时吧取点现金，因为我们是可以从账上取现金的，平时你们单位就取点现金就行了啊，单位取现金，比如说以什么差旅费啊、备用金啊，以这样的名义取出来现金，把这个现金早点取啊，对吧？你早点取出现金，你可以给他攒着，你到年底他需要花钱的时候把现金给他，这样的话不就很正常了吗？这钱不就挪出来了吗？你非得等到年底一下子打走多少万，那多明显呀，对吧？平时用现金或者平时用一些费用把这个钱倒出来，你可以取现金在你的，你给他保管着呀，然后他花的时候再给他呀，这不就挺好吗？是吧？像咱们说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合规的啊，咱们怎么能在这个公共场合上说这个事儿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企业的隐形成本。你有钱的时候就取啊，有钱的时候就取啊，对吧？你得未雨绸缪，你得把这个事儿想得长远一点儿，对不对？就像所得税汇算清缴一样，你所得税汇算清缴一样，你平时做账的时候你就想着点儿人家汇算清缴那些要求，你不要一个劲儿在那傻记业务招待费，一个劲儿记，一个劲儿记。你说那吃饭的票有的是，你就一个劲儿记吗？对不对？你想着点儿，你记那么多有啥用啊？所以平时在干活的时候，在做账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些税务上的要求。那你平时把活干好了，你到最后就很简单了啊，这东西你可以把他这个钱取出来给他单独保管着，这不就行了吗？取现金开现金支票不就完了吗？他要啥发票啊，对吧？我账面上可以放着现金啊，可以放着，但别太大就行啊，不太大就行。主要是现金这个问题是谁管？银行管，就你们单位有现金限额的规定等等，但现在银行管的还严吗？对不对？不是很严。这东西你就是自己去变通，但是你一下子往老板的账上打钱，这肯定是有风险的，你还不如打到别人的账上呢。你打到别人的账上，充其量就是个什么呀，就是把你的资金外借，你视同销售交增值税6%，对吧？因为你把你的资金借出去了嘛，那么你得取得利息嘛，这是你的收入啊。那你借款利息收入，你比照着这个，比照着增值税，比照着借款处理，你得按6%交增值税嘛，它就是这么点事儿。比照着金融行业，你还不如这样呢，你这样你才6%的增值税，对吧？但是你要给老板呢，那可是20%的个税，那可了不得，那很厉害的啊。哎呀，现金在这样放点也行，别太大就行呗，是吧？上次你看我们有个老板去税务局见了，账面上现金有60多万，那个老板说，那个税务局的人说，你账上有这么多现金啊，你这60多万天天在柜里锁了呀。哎，我们这老板说话也挺有意思。我们这老板说，60万没多少，人家确实是有钱，一年挣好几千万啊。所以这东西你就看着去处理啊，有点有点呗，啥叫多，啥叫少啊，对不对？没有一个标准，合理就可以。比如你们单位的收入，你们单位一年的收入几千万，那你账上趴着个180万现金，那太正常了，对吧？如果做着几千万的买卖，我手里还不能放着180万吗？是不是？你比如说你一年开票总共也开不了个10万8万的，你账上放着好几十万的现金，那正常吗？肯定不正常。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我们那个老板他每年开票就开3-5万啊，每年开票就开3-5万，但是账面上趴着现金60-70万，
那都是一开始建账的时候都是没有留下来那个数，实际上他的真实收入呢好几千万，啊，所以对他来讲60万不是个钱儿啊，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你要注意啊，哎，这些东西你都要自己去考量，这哪有标准呀，对不对？哪有标准？说对一个几千万的买卖，我账面上放着180万现金，那不跟玩一样吗？你一年开不了10万的收入，账上非得放着30万现金，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对不对？你取了现金，你用的时候你真实消费啊，你花了的话，那你就花了呗。你没花，你把它拿出去，谁知道你花了呀？对不对？他除非是去盘你的现金库，他盘你的现金库的时候，你把现金怼上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啊。如果说你是单位和个人之间，或者是单位和单位之间，平时这个资金的流通。比如说倒几天啊，是借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借个1个月2月的，就把它还回来，这没事儿，过一下账嘛，这很正常。这谁去查你这个呀？你想谁查账的时候，哦，这有个其他应收款10万啊，借给 A 公司了。那好，借给 A 公司1个月10万块钱1个月，按照现在银行的利率，你应该交这个利息的增值税。你这么查账的很少，很少啊，所以大部分都是期末看你那个余额太大了不行。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如果说平时一直频繁的有往来，是吧？哎，借了还，这是一般的事儿，不是很大。到年底的时候，你想着把它冲一把。就到年底的时候，你要让你那个其他类科目，这个垃圾筐科目干净点儿，这就行了。那干净点儿，这个做账这个东西啊，是窍门有的是，只要是合理的，又不违法，都是可行的。所以第一点不能违法，对吧？这个违法就是不能违背国家的税法呀、票据法呀、公司法呀、合同法呀等等，不能违法。另外呢，合理，这个合理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合理的东西，一般我们认为都怎么样，都合法，合理的东西都合法。所以这些东西，大家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得看着点儿啊，看着点儿，这里边好多事儿，做的都知道了啊。其他应收款趴着好几百万，得看看是啥呀？我们账上还趴了1000多万呢。前两天我们有个客户问了个问题，他说：“他说刘姐，我们那个想把公户上那个钱转出来。”我说：“你想转多少啊？”他说：“公户上现在有1600多万，我们想转出来1000万呀，因为不想在账上放那么多钱。”我说：“行啊，可以。你转给谁呀？你要转给股东，你就交20%的个税就行。”你看他不说话了。这个东西是税法，你告诉他啊。那后来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这样转，对吧？因为你账上月月有钱啊，你每个月的收入都挺大的，一年好几千万，那你现金趴着个180万不很正常吗？啊，你平时可以通过取现金的方式，慢慢的把这个钱倒回来，这样就可以了啊。你公司借老板个人款，啥时间不还有问题吧？有啊，你为啥没收入？因为你把收入瞒着呢，是吗？对不对？公司正常经营，总没钱。一个劲的跟老板借，那你这样的单位，你看看你的库存是不是在增加？你是不是在买货呀？你买了货，你是不是没卖呀？那么你的其他应收款在增加，你的库存在增加，就是没收入，那你肯定是体外循环，瞒着收入呢，对吧？你没有收入，你干啥借他钱呀？这或者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借的一些周转金都走了费用了，难道你一直没有收入吗？还是你的收入瞒着呢？这种情况，那要是我合理怀疑你，肯定是瞒报收入嘛，对不对？一个劲儿买货，买货就没钱，没钱就跟老板借，哎，借了钱还不上，库存一个劲的增大，其他应收款一个劲的增加，这企业100%在瞒报收入，那还用说吗？而且你这样的单位，将来注销的时候你是消不掉的。你注意有一句话叫什么？那叫，哦，交社保了可以，那你就亏了呗，你这个很正常。你项目还没有启动，那你这样的单位就属于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你将来一旦开了张，你就有钱了，有钱你就还呗。对不对？那前期准备人员到位了，交了社保呢，项目还没有启动，这是很正常的。有这样的企业，像那种什么投资公司等等，人家可能就是好几年不开张，前期全是费用，一个劲儿亏，对吧？我很正常啊，我没有业务。好，这是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你看，在实务中做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你只要是把它做得合理就行，啊，合理的、合法的都是可行的啊。哎呦，这个我怎么跟你说呀？这你要是说正常的话，你不需要，你不用取钱呀，对吧？你按你的要求去取就行了。
股东就好多都是这样的，不停的借啊，不同的借款，这样的单位都是账上有收入，但是呢，还有好多收入没有入账。你想想，他这个收入如实入账的话，这个一个企业都是可以正常运转的。你不能说我有收入，我卖的收入的钱我还买不起货呢，那你干的是什么呀？你干公司是为挣钱，又不是图情怀，是不是？老跟老板借钱的这种企业，肯定都是体外有循环，都瞒着收入呢，啊，都私下里做着收入呢，都没有开票，没有入账，所以他才需要跟老板借钱，需要跟老板借钱买货付货款，需要跟老板借钱发工资，对吧？那你说他为啥要借？因为他的收入没入账啊，这样不就很正常吗？对不对？典型的瞒报收入啊。我把增值税这个报表再讲一下呀，咱不能老说这个事儿啊，这说起来可是没完没了。我们这个增值税的申报啊，上节课把一般纳税人给大家讲完了啊，一般纳税人讲完了。特意强调大家，如果有加计抵减，还有这个280块钱房委税控维护费，去添哪一行的问题，对吧？房委税控维护费，那你要去添这个23行啊，房委税控维护费我们要去添23行。那如果说你有加计抵减，就是邮政、电信啊、邮政、电信、现代服务还有生活服务有加计抵减的，我们是直接冲减应纳税额啊，你直接就把19行把它冲掉就行了。这个是我们一般纳税人啊，一般纳税人他的这个收入。我们看一下小规模纳税人的申报啊，因为这个月吧，这是特殊的行次，我昨天也都给大家提到过，大家可以在什么时候，你这不想起来了吗？现在想起来了，现在把它报上就行了呗。房委税控维护费每年都有啊，你想起来业务真实发生，你把它报了就行了啊。正好咱们这个第四季度讲这个课的时候吧，是这个小规模的季报，所以呢，我们把小规模呢也给大家截了个图，咱们这里也肯定有很多小规模的纳税人，对吧？小规模纳税人现在是季度申报，所以咱们把小规模这个报表也说说。小规模这个报表特别简单，它就2张，一个就是主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减免表。那个减免表它主要适合于那种差额计税的企业，差额计税我们在后边会专门讲一下。你比如说你这种，我上一课给大家举的例子哈，像这种劳务派遣公司、人力资源公司，给这个企业代交社保的这种，对吧？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月5000块钱，那么你要替我交4000块钱、4500的社保，那么你呢挣500块钱的手续费，对吧？那你的收入实际上就是这500块钱，但是你却要给我开多少钱的票啊？5000块钱的票。那这样的话，一般的来讲，你要开一个差额发票啊，那个4500都要差掉，那你的收入实际上就是500。那个差额部分是不开专票的，开补票。你这个收入部分500部分是可以开专票的啊，差额发票你可以开差额发票，也可以选择开一张专票一张普票。那你可以开一张4500的普票，500块钱的专票，也可以用差额开票功能，因为我们开票系统里有个差额开票功能，开一张差额发票，把那4500把它插掉写在备注里，这个也是可以的啊，都行。如果你是这样的单位，那么小规模纳税人你就要添那个减免表，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单位，你就光添一个主表就行了。因为这个月呢，我的小规模企业里边有涉及到交税的，也就是一个季度收入大于30万的，还有不交税的，2种情况都有。正好我们把这个报表呢都给大家看一看啊，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报表不太清楚这个图解的，因为它可能到 PPT 里缩小了。你看我们打开这个小规模申报的界面，它跟一般纳税人申报的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小规模纳税人他不涉及到进项税，他没有抵扣的资格嘛，他就是一个销项。如果说小规模纳税人，而且你领用了房委税控设备啊，领用房委税控设备就是税控开票的话，他现在这个系统升级了哈，也给你来了一个发票采集，他也来了个发票采集，原来是没有的，原来这个呢都是通过自己手动来添，都是从发票开始。注意同学们啊，报税从发票开始，以票控税嘛。你看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信息管税，比如你这个企业出了什么问题，他不用这个专管员找你，有的时候这个税管员啊，同学们，他不是找我们毛病啊，我们都理解人家，那是金三系统大数据监控出来你有问题了，那大数据金三系统监控出来你有问题的话，他就会把这个问题把这个任务推送给你的管理员，那么你的管理员接到这个推送，他就必须解决，比如说约谈你啊，对吧？或者是相应的去你企业里看看呀，啊，甚至说罚你点钱呀，
不是人家找你毛病啊，有的时候是大数据推送。所以我们这个以票控税，这个还是现在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叫信息管税，信息。那将来我们的方向就是全部是信息管税，以票控税也是离不开的啊，票还是核心。但是我们在向信息管税、信用管税在这个方面在发展。但是咱们中国人太多了，同学们是吧，我们光靠信用管税那还是不行。你说我说你们单位你挣的工资多，你们单位不代扣你个税，让你主动去交，你交吗？你肯定觉得委屈，我挣这么点钱，挣的都是辛苦钱啊，我还交税，肯定会这样想。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税控手段的。看发票，所有的税都是从票开始的，那小规模纳税人也要从发票采集开始。他这里呢只采集销项不采集进项，因为他没有进项税，对吧？你注意，增值税普通发票没有抵扣的功能，小规模纳税人没有抵扣的资格。要注意啊，他是没资格的，所以他没有进项。那你看我这个企业呢，我都采集了他的销项了，我这个企业开的票多啊，开了60多万，所以这个季度呢开了60多万，很明显他是超过了30万免税的，他要交税。所以给大家结了个要交税的企业。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发票采集就结束了啊，各种发票，什么普通发票、专用发票、普通发票，它肯定是在普通发票的采集，因为它没有开专用发票。但是小规模纳税人也是可以开专用发票的，对吧？哎，到了下个月就全国的小规模纳税人都可以自开发票了，这个发票就采集了。采集了发票以后呢，它也是和我们一般纳税人一样，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个报表啊，自动会生成一个报表。那你把发票采集以后呢，它会给你一个发票的信息，提示你这个月你开了几张票，金额是多少，税额是多少。那同学们，这个让你跟谁去对来着？是不是得对一下呀？你采集过来的这个发票你要做两步核对，你不要懒啊，一开始把这个活干了，将来你就省事儿。注意，会计是按流程干活的，如果你中间丢了步骤，将来你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你把这个发票采集信息提示生成以后，你要和你开票系统里面那个发票汇总信息核对，对吧？而且要把这些发票真实的拿出来，和你手里实实在在的发票去核对，发票和发票汇总表对上了，对吧？报税获得的信息和这个发票汇总表又对上了，那好 ，OK， 没有问题。我刚才啊，给大家截的是两个企业的图，这个企业是60多万，看到了吗？这个企业是60多万，它是要交税的啊。所以呢，我是给大家，因为这个图片清楚啊，后来咱们换了好几次图片，这个呢是一个发票获取结果，你就看一看，它是发票获取结果会提示你一个数，你要知道在这个环节里去跟哪儿对，现在知道了吧？和发票去对一下，和真实的发票去对一下，和发票汇总表去对一下啊。实际上这个企业是60多万的税，但是因为它不清楚，所以这个企业清楚，用了这个表啊。那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把发票采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报表的天列。因为我们这个月的是季报，我给大家截的是12月份的这个图嘛，季报。季报呢，你所有的报表都出来了，这个表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我给你念念啊。实际上我也看不太清，我就是靠意识给你念的，我就在回忆这个报表是什么样的。因为这没有想到这个 PPT 到了这里是这个效果啊。首先呢，就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报表，你可以用手机看。手机看的就清楚。另外呢，有了这个流转税，我们就势必要产生什么呢？附加税，对吧？附加税的报表。第三个报表呢是企业所得税的报表，另外呢是印花税的报表、工会经费的报表、个税的报表，还有我们的财务报表。因为我们这个财务报表都是季报，对吧？大家你们当地是不是财务报表也都是季报啊？我也拿手机找到这个图啊。财务报表都是季报，另外呢，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个月了啊，最后一个月了，所以说咱们的年报也出来了。年报，同学们，你可以报也可以不报啊，年报可以报也可以不报。你这个月要报了，如果你说你确定没有问题，你这个报表你现在就可以报了它。当然了，业务结束了能有啥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不报哈，你说我不想报，你可以等到汇算清缴的时候再报。你可以看一看你这个年报业务的这个申报的终止期，它是到5月31号的啊，年报在5月31号之前报了就行。所以年报这个月可以报也可以不报，我建议你呢可以报了它啊，没啥问题你就报了呗。那这所有的表格，这是你们单位的全税种，我们现在都比较讲究的是全税种申报。那么大家你说一下，你怎么知道你单位有什么税种啊？
啊，你单位的税种是什么？你报哪些税？有啊，修改报表啊。你财务报表如果报了的话，你账又改了，那你报表要修改的。你只要是在征期之内，你这个报表可以随时修改。在征期之内，你只要把这个报表点开，它自动的就默认为你要修改了，它保存的就是你最后一版。如果说你已经过了征期了，对吧？但是你却发现你的财务会，哦，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你过了征期了，你的财务报表你发现错了，在我们河北省电子税务局是有这个功能的，你进入河北省电子税务局找到财务报表，你是可以修改你的季报的，但是你修改不了你的年报，你可以去修改你的季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的，我前段日子去湖南的时候，我那个湖南的那个客户，他的电子税务局上就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们河北省就有这个功能，所以一般的是在电子税务局里改。那你看一看，我们河北省都是跟着你们北京混的，应该你们北京的也能改，所以你看一看，登录你的电子税务局，登录电子税务局有一个我要申报啊，纳税申报，找到纳税申报里边有一个财务报表，你把它点开是可以修正的，这个你必须要改啊，你不改跟账就不一致了。哎，是的，蜂鸟有顺说的对，你报什么税种？哎，你是按季度申报还是按月度申报？那么你都需要申报哪些税种？你要看一看你的税种核定信息，电子税务局里一定要做到全税种申报。税局给你怎么核的，你就怎么去报。这是我们这个月呢，这是我们这个月啊需要报的这么多的税，都在你的界面上一个一个的把它报了就行了。征期过了，发现其他报表不对，可以更正申报啊。如果你过了征期了，你又发现有一些报表报错了，那么你更正申报，这个得去大厅。你看看你们当地管理局去大厅要不要找状元签字？前期的话呢，就是前2年哈，管理的比较死板的时候，你像你这个更改报表啊、税务报表啊、财务报表等等，都是需要找状元签字的，有的地方还找分局长签字，这不纯属找茬吗？现在的话，一般大厅都能干了这个活，更正申报就把这个报表导出来，修改正确，盖上你们单位的章，让那个有实名认证资格的人去报就可以了，可以更正申报啊，没有问题。这个你就得看看你们当地的税局、电子税务局上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改。我觉得这个跟行业没有关系，它主要是电子税务局上有没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的话，你是可以改的啊。它跟行业有什么关系啊？财务报表是可以改的，但是年报不能改。我数据有一个朋友，我一般的要是有点啥事儿，我也不去，我都让他给我干。后来呢，他就告诉我在电子税务局上可以改，但是改不了年报。年报的话，税局的后台可以改，啊，你要有税局的朋友，后台可以给你改。你没朋友呢，你说咱哪能到处都有朋友啊？你去大厅可以给你改，这没有问题啊。你去大厅改的时候吧，把人报表填清楚点，哪几个数要改。拿个笔勾一下，让人家大厅办事的小姑娘好看啊！你让人这样的话也痛快给你报啊，是不是？你懂事儿吗？年报它不是12月份的报表，是全年的报表。这个年报呢，如果说大家用的是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话，年报的话，资产负债表就是12月份的报表，你的利润表还有你的现金流量表，它两列，一列呢就是你上年的累计数，一列呢就是你本年的累计数，所以它还需要采集你上一年的数据啊，已经申报了，但是在主页还显示未申报，查询是已经申报了，这是为啥？你是电子税务局吗？如果你是电子税务局，你就退出来重进，退出来重进一下就好了。如果你是用的是这种申报软件，那么你就刷新一下就好了。电子税务局退出来再重进一下子就好了，你试试吧。你把退出来再进去，因为它总那样，你只要是不退出来，总在那个界面，它一直提示你未申报。这就是说，世界上没有花钱的不是，对吧？你电子税务局是不花钱的，它就没有那么方便。不行，你就花点钱买这个收费的就好了啊。电子税务局就是那样的，你退出来就好了，那不太正常。我们这边只要退出来就行，你报了就行呗，是吧？报了就行，可以给你们当地的电子税务局的维护机关打个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啊。一般的就是退出来就行了啊。反复不行，问问当地是怎么回事，好吧？我觉得电子税务局不太好使啊，不是的，不是的，年报就是会计财务报表的年报，它就是说，年报的申报期可以和汇算清缴一起报，也可以现在报，汇算清缴
是对所得税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它跟财务报表没啥太大的关系。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报年报呢？它是怕汇算清缴的时候调账，有的账是必须要调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把报表调一下，觉得麻烦啊。但是整体的原则上，我们汇算清缴是调表不调账啊。哎呀，你这个得你再找找电子税务局更正申报，就是电子税务局有一个我要报税啊，我要报税进去以后呢，有一个纳税申报，你从纳税申报这个地方进去找财务报表模块就能改了，你只要进去就能改，你只要一点开那个季度的报表，它就默认为你要重报。这是我们河北省的电子税务局是这样的啊，但是你们当地是啥样的我还不清楚，你要去看看啊。哎呀，这样的单位太多了，我这样跟你说吧，同学们，这个你只能是说有风险，比如单位有了钱了，公司随便转是吧，而且还把它转到法人的账上，你只能告诉他这个有补交个人所得税的风险。但是现在国家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开始稽查，你听说哪里因为这个补交个税了吗？还没有。所以这东西就看查你不查你，一查你肯定有问题，不查你就没事儿，最好小心点对吧，低调。嗯，我们点击填写增值税申报表，系统提示就可以自动生成报表了，也可以重新导入。一般的话你的票据信息没有问题的话，你不用重新导入，你就生成报表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通过开票信息就生成报表了。你看啊，我这个企业啊给你截的这个图呢，来回的换图片，哪个图片清楚用哪个。这个是自行开具和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个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是不交税的那个企业，我现在想起来这是卖窗帘的企业，卖窗帘那个企业啊，你看啊，他这个月呢自己这个税务局给他代开了点发票，代开了是24000多，然后呢他自己又开了点普票，一共是58000多。那现在我正好问问你这个问题，这是个小规模纳税人，他是个卖窗帘的，他让税务局给他代开了个专票，是开了24000多，他自己又开了58000多，他的收入一共是82995。现在能看清这个图片吧？你说他咋交税啊？他这个卖窗帘这个企业咋交税啊？啊，对，这是唐运家的，这个卖窗帘的叫唐运。是的，你跟这样的老板交流也挺痛苦是吧？确实是有这样的老板，所以你要给他讲课啊，让他学习啊，给他讲讲个人所得税法，吓唬吓唬他啊。哎，对，就是咱们税务局代开的这个发票24400这个啊，大家你是要交税的对吧？因为我们说了你开了这个专票啊，你的下游他要抵扣，所以你呢不免。那普票那58000多这个是不是免的？哎，这是免的，这不是挺典型的一个业务吗？这就给大家诠释了10万免税。十万免税指的是普票或者是无票收入免税，代开的这个专票是不免税的，大厅就交了。大厅不但让你交了增值税，大厅是不是还让你交了附加税呀？对吧？附加税涉及到的税种都给你扣了，印花税等等。这个企业还是挺好的啊。这是我们第一张的报表，就填了这个数据。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啊，小规模纳税人呢，刚才不是有了那个数据嘛，是吧？他生成报表提示你，他把那些数据提示给你，也有这么个情况。如果你认为没有问题，你像这个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数据没有问题，那么你点生成报表，它就自动的就把报表生成了。我们看一看，我们小规模纳税人呢，一般的啊就填两张表，一个就是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你看咱们学堂的老师多敬业呀，都给大家摘出来了，怕大家看不清。还有一个呢就是减免税额申报表，这个减免税额申报表如果说你有你就填，没有你就不填啊。税局代开普票交税吗？你为什么让税局给你代开普票啊？你是个人吗？一般的税局很少给你代开普票，给你代开普票的都是个人，如果你是企业你都得自己开，那普票不给你代开呀、啊、给你代开的是专票啊，对吧？你想把税局累死吗？普票也让税局给你代开，现在税局连专票都不给你代开了，人家让你自己开。这是两张表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还有减免税额申报明细表，我们一般的就填这个纳税申报表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只要是让税局给你开票，当场都得交税，不交税行吗？那下面我们就生成了这个报表对吧，
主表信息涉及到税务机关代开专票的情形，这个就是咱们涉及到在税局代开专票的情形。那么你在税局代开专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找到你手里有报表吗？我先往后挪一挪，因为后边有一个老师们做的表，很清楚的啊，别着急，迟延。看这儿，同学们，这个是咱们学堂老师们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报表的样子，就是这个啊。你看，我们一般的呢要填这么几列，这是计税依据，可以看一下。应征增值税不含税的销售额，这个3%的税率，还有应征增值税不含税的销售额5%的征收率，3%的5%的，还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这个固定资产怎么交税，我们特意会在后边给大家讲。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税销售额，第五个呢是出口免税销售额。那这五项都是我们小规模纳税人有可能会涉及到的收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企业啊，它有什么呢？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它包括着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票的销售额，所以他在这儿是要添数的，因为他卖窗帘了嘛，所以他要在这儿添数。那么税控器具开具的普票，他自己还开了普票了，对吧？所以他要添这儿，所以他这个月的一就既包括着二又包括着三，没有其他情况的话，一是等于2+3的，这个一可以大于等于2+3。那这里边我问一下你同学们啊，如果说咱们单位还有无票收入，你往哪添？对吧？你看你税局给你代开了专票了，你添二，自己税控系统开了票了，那你添三。如果说你有无票收入添哪儿，哎 ，OK， 添一。如果你还有一些无票收入，你是直接添到一里边的啊，添到一里边的啊，要注意啊。如果你这个单位全是无票收入，自己也没开过，税局也没有代开过，那你就把那数添到一里边就行了啊，无票收入添到一里边就行了啊。谁说普票可以抵扣了？普票不能抵扣，我不刚说了一句话吗？我说小规模纳税人没有抵扣的资格，普通发票没有抵扣的功能，清楚了吗同学们？好，这是收入啊。那我刚才那个窗帘了，那20000多的税局代开就添到二里是吧，50000多自开就添在五里，如果有无票就添到一里，所以我们的一是大于等于2+3的啊，大于等于2+3的啊，要知道这一点。那如果说咱们还有5%的啊，比如说你有这个5%的业务是吧，假如说你差额计税的，像劳务派遣呀，人力资源呀是吧，你可以添在5%这里边，这个5%是特别敏感的一个税率啊。再往下的第三个，如果说你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那好，你就添在这个3里边。那如果你有免税的销售额啊，如果你有免税的销售额，那么你就添在免税销售额这里边啊，你涉及到免税的就要添在免税这里边。所以咱们这个发票的开具啊，发票的填开，这个是各自不同的表格添不同的内容，你要知道这一点。那我们往下走一走啊，这个表就看清楚了吧，这个表看清楚了，那我们往上走，再来看这个图。哎，就在这儿填了啊，看一下。首先啊，第一个这个数啊，其实大家看着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数呢它就是你代开的那个发票啊，这个数就是代开的那个发票数，代开的那个发票数，你代开的这个专票数就有了。那么另外呢，你自开的那个普票，自开的那个普票按理说应该是填在第三行的对吧，但是你自开的这个普票，你不是没有达到你的起征点吗？没有达到起征点，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添到哪里去呢？添到本期免税的销售额那里去，也就是添到第九行，添到这一点面啊。如果说你超过了起征点了，也就是超过了30万了，你自开的普票就要添到这个第二行。虽然说你是自开的普票，但是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起征点，所以我们要添在免税这一块。免税这一块呢，你看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清晰点的截图，看啊。它有两点，一个是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一个是没有达到起征点的销售额，它还有一个呢就是免税收入的销售额，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的来讲，如果你是增值税没有达到月度10万季度30万的，我们就认为你是增值税的小微企业，所以要添在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这一块。这应该是第多少行，我看看啊，第10行啊，应该是第10行。
那如果说你是没有达到起征点的，这个一般指的是个人和个体户，它填在第十一行。还有一个第十二行，那就是你专门从事的是那种不交税的业务，比如说农产品的销售啊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咱们这个数啊，按理来讲你是应该填在第几行，第三行，对吧？因为你是自开普票嘛。但是你自开普票它没有达到你的起征点啊，也就是没有超过十万，它是免税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填到了免税的这一行去啊，填到免税的这一行去。因为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会填在第二行，因为它超过三十万了啊，超过三十万了。这个表这就填好了，销售额这块，你销售额这块填好了以后呢，就看税额啊，你要计算税额。你看这里边应征增值税不含税的销售额，第四个呢是免税销售额，免税销售额有本期应纳税额，这个地方是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应纳税额的减征额，还有本期的减税额，这个怎么用啊？你往下看，我把这个真实的这个比较清楚的表给你找出来啊，还看这个。我们刚才呢，本来这个数是应该填到这儿了，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你填的这个数，它不是没有超过三十万吗？没有超过三十万的，那我们就填在哪儿啊？我们就要填在第九行和第十行，对吧？九等于十加十一加十二，你有哪个填哪个。这个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一般指的就是我们小个位纳税人没有达到起征点的，是个企业。那第十一行没有达到起征点的，这个一般填的是个人和个体户，个人和个体户填的十一行，企业一般填的第十行。还有其他免税销售额，比如说你农产品销售，这是免税的啊，指的是什么？自产自销，那你就填在第十二行。所以它是不一样的，这个税局都给你核定好了。一般的话我们都是核定的是第十行，所以这个要填在第十行啊。注意啊，你开的这个发票普票超过三十万的就填在第三行，没有超过第三十万的就填在第九行和第十行，这不就填好了吗？你有了这个计税的依据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税款的计算。税款计算，你看本期应纳税额是多少？这个如果说你要填本期应纳税额的话啊，那就是你这个月实实在在交的税。你比如说你开的那个代开的那个专票啊，你开代开的那个专票，那么你就是填在十五行，因为你要交税啊。但是你本期应交的税，你本期已经预交了税了，对吧？因为你代开专票的时候，你在大厅里不是把税交过了吗？所以你本期都不交税，哎，你应交的税还有你预交过的税款啊。那么本期应纳税额的减征额第十六行，我昨天就给大家讲了，是吧？如果你是一般纳税人，你那个减征额填在二十三行，但是你是小规模嘛，那你这二百八就填在十六行啊。如果是一般纳税人，是填在二十三行，这记住了呗？哎，二百八那个啊，就是房委诉讼维护费。一般纳税人我们是填在二十三行，现在我们是小规模纳税人，我们是填在第十六行。那现在我这个企业，我这个月我不是五万多吗？五万多我不交税，所以要填在小微企业免税额这一块啊，小微企业免税额这块，你这两行是要有数的，把那五万多涉及到的税款，这个自己要计算一下，这个生不成的。它升级以后这个系统也生不成，你自己计算一下，把它填在这儿。如果说能生成的更好，我没有记得它是生成的，我记得是我自己算的。你把它填到这儿，你把它填到这儿，你看你这两行是免税的，就证明你不缴税。另外你代开那个专票呢，你应交这么多，预交这么多，所以你本期应该交的税它是零。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没有税款的企业，它是这样的。如果你有税款呢，那么你本期应纳税额这块就会有数。如果你没有预交过，全是自开发票，那么在本期应补应退税款这儿，这就会有数。这是这个表啊，你把这个清楚的表看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眼我们这个截图啊。我们看一眼这个截图啊，相应的位置这就有数了，同学们。实际上这是第一行、第二行就有数了，然后呢，这个是第九行。啊，这个第九行还有第十行就有数了啊。然后呢，因为你这个数呢，它不是不交税啊，所以就是本期应纳税额的减征额就有数了。最终呢，你预交了多少税款，你应交多少税款，哎，你预交多少税款，所以期末你是不交税款的啊。这个表是这样一个表，看看我们拿手机，我看一下啊，我这手机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啊，是的，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我们应交多少税款，啊，我们预交多少税款。所以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我们是不交税的啊，这个税款呢是为零
应交的税，预交的税，税款是为零的啊。这个图后边其实还有呢，还有一页没有解完。这个是我们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的主表，这个主表完了以后呢，它还有个减免税的申报表。如果说你涉及到这个减免税了啊，你就填这个表；如果你不涉及这个减免税，你就不填这个表。它这里边包括这个减税，还有这个免税。你比如说，你有这个月呢要填280块钱，这个你就填这个表；没有的话呢，就可以不填了。这个表不是必填的啊，有的时候可以不填。这是小规模纳税人，他涉及到税务机关代开，但是呢，他又没有达到起征点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不涉及到税务机关代开，但是呢，也没有达到起征点的情况啊。你看这个企业就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你不涉及到税务机关代开，也就是你这个报表的第一部分，你就没有了啊。税务机关代开发票，那么你就直接把这个数呢添到了你的第四部分。你的第四部分不就是免税销售额吗？因为你没有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你别管你是自开的普票还是无票收入，只要它没有超过季度30万，那我们都是添在计税依据第四块，也就是免税销售这一块。主要我们添的是第九行，你看我们其实主要添的是第九行和第十行，免税销售额这块添在这就行了。添在这以后呢，要自己计算一下你涉及到的税款，也就是对19行还有第20行，注意啊，第九行、第十行，这是确认你的计税依据。然后呢，你的税款填在第19行，还有第20行啊，填在你的税款，这是19行和20行啊。看看这个报表的这个行数啊。是的，没有问题啊，填在这个地方啊，19行和20行，这样的话呢，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啊。好，这个是不涉及税务机关代开，又没有达到起征点，就直接填9行、10行、19行、20行，因为你没有税啊，是吧？这就比较方便了啊，这样填比较简单。好，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里给大家截了一个有数的这个图哦，这个企业呢，免税的销售额可以看一下。免税的销售额，这不是添在了第九行和第十行吗？所以它涉及到的税款啊，涉及到的税款，这应该是第，20行，第19行和20行，对着呢，19行和20行。所以这个企业啊，它就是这个月没有涉及到税务机关的代开，另外呢，它也没有超过30万，所以它添出来的是这么一个表格。这是我们小规模纳税申报表啊。我再跟你从这个表上说说吧。如果你这个月没有税务局的代开，而且又没有超过30万，那么大家就添第九行和第十行，这是你的计税依据。第九行和第十行添完以后，你再去添，你的这个这个表的顺序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它用的不是一个版本的表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它是添在第17行和第18行。总之就是本期免税额还有小微企业免税额，这表的版本可能不一样。我给大家截的这个图呢，截的是报税系统里的，所以我截的这个图呢应该是最新的啊。你按照我截的这个图去看行次，我给大家写的这个行次是没有错的啊，因为现在我这个表是这个表，这是版本的问题，应该是调整过，这个问题不大啊。就记住咱们写的这几行，重点关注就可以了。这个是咱们关于小规模纳税人他申报表这么一个添法啊，要清楚。好，咱们讲了两种情况了，对吧？小规模，一个是有代开的情况，对吧？一个是没有代开专票的情况，但是呢他又没有超过30万，都填哪一行？就填这几行，其他的可以不填啊。小规模季报前两个月没开票，第三个月开了20万，是的，因为它是按季度，你只要是一个季度不超过30万就行。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你看上个月有一个企业就失了误了，他这个企业呀，他是2019年11月份成立的一般纳税人，不，他原来是一般纳税人，他是2019年11月份办理的小规模纳税人。他2019年11月份他申办了小规模纳税人，他选择的是次月生效，也就是你2019年11月这个月你还是一般纳税人，对吧？那么你是在2019年12月份这个月才是小规模，这没问题吧？因为他当时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也没告诉我，
我还是登录他的网听，我记得我还是给你们讲课，我登录网听，哎，我发现他有一条信息推送，说他变了小规模了，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变了小规模了吗？他说是。他这样一跟我说吧，我也没有再问，我就以为他当月就生效了，因为你这个纳税人的身份，你可以选择当月生效，你也可以选择次月生效嘛。所以上个月他让我给他开15万的票，你看我当时想2个月有20万，对吧？因为1个月10万，2个月20万嘛。你可不能说算30万，因为你是从11月份才成的一小规模纳税人，你这一个季度就只剩下2个月了，就不能超过20万。你看，你不能超过20万，他开15万不挺好吗？因为他是要注销降库存的，你看他不用交税。哎，结果一打开申报表，那不行，他超过了这个10万了。哦，后来我看了看他，一般纳税小规模纳税人生效的时间是12月，那你小规模纳税人生效的时间是12月，对吧？也就是说，你就只有10万块钱的免税额度，那他开了15万，他就得交税，所以他又交了4000多块钱的税上个月。那如果说你压根儿就是小规模纳税人，对吧？你前2个月没收入，第3个月有收入，这没事儿。前2个月都没有收入，第3个月一下子超了30万了，那就等于一个季度超了30万了。你前2个月没有收入，第3个月开了26万，你还等于是这一个季度都没有超过30万，这没事儿啊。但是你看我刚才说那个企业，因为它是半截子成的小规模，是从它小规模生效的那个月开始按小规模的政策。所以它是2019年12月份生效的，对吧？所以它只有一个月是小规模，它只有10万的免税额度，这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掌握好，这就是没有沟通好啊。这个事情如果是我办的话，我肯定就会办好，但是它不是我办的，它也没有告诉我小规模纳税人生效的时间，这不就导致了在注销的时候降库存，因为准备清账面嘛，账面清干净了好注销的，又补了4500的税。那老板倒是没说啥，因为这没办法啊，就这种情况。年报啊，年报是什么呀？年报就是全年的财务报表。你看，如果说你用的是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话，资产负债表就是12月底的，然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它两列数，一列是本年的累计数，一列是上年的累计数，这个就是年报。你像这种，咱们这种花钱的这个软件，你点开这个年报，它自动的就把你上年的数据给你提取出来了。你只需要把你今年的数据，全年的啊，全年累计数填上去就行。如果说你提取不到，网厅里边应该就提取不到。你提取不到的话，那你就得查询你上一年的报表，你把你上一年的年末的那个报表把它打印出来，然后这样填那一列，必须要报。你可以现在报，但是你也可以汇算清交的时候报，可是你必须要报。小规模季报收入不超过30万，全是无票，对，就是填在第9行和第10行，因为你无票收入嘛，就是填在这儿没有问题。如果说你超过30万了，那么就是填在第一行，明白吗？超过30万了就填到第一行，没有超过30万就填到第9行和第十行啊。年报是一定要报的啊，就是看你什么时候报。你不到数据报到，你怎么报税呀？你得去税务局报到，你12月份新注册了，你得赶紧去税务局报到，去税务局报到核定税种，找到你的管理员，你这样给你核定了税种，你才能报呢。你不核定税种，你怎么报呢？可以同时报，也可以汇算清缴的时候报都行。你觉得你可能会有调账的可能吗？如果你会有调账的可能，你就等一等。一般的话，我们的账不调，调表不调账嘛，是吧？咱们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还有一个销售额超过起征点的情形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销售额超过起征点的情形啊，不一定啊，你可以现在就报，你也可以汇算清缴的时候再报。汇算清缴后再报，那当然不行了。它的截止时间就是汇算清缴5月31号最晚的一时候，所以现在一般的话，你的账如果做的是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就报了就行了。就他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有报表了，你在5月31号之前什么时候报都可以，啊，5月31号之前什么时候报都可以啊。你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小规模纳税人他超过起征点的情形。小规模纳税人，如果说你超过起征点，哎，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呀，填哪儿？填在第一行是吧？哎，填在第一行。如果说你这全是无票收入，我擦擦。如果说你全是无票收入的话，那么你就填在第一行。如果说你超过30万，但是你都是通过房委税控系统开的票啊，你都是通过房委系统税控系统开的票，
你就填在哪儿啊？你就填在第一行，还有哪儿啊？还有第三行，第一行还有第三行。我再说一遍啊，你超过30万，对吧？超过30万了，如果全是无票收入，你就填第一行就行。如果说你这超过30万的是通过自己开普票开出来的，那你就填在第一行和第三行，这样去填，有回放。怎么个回放？你可以咨询咱们学堂的工作人员，是有回放的啊。你手里拿着报表，你再把它看一看，可能感觉会不一样，是吧？没有拿着报表，可能会觉得比较空。好，大姐，你看我这个企业啊，它这个月就是开了大概是60多万的税，呢，那么第一行肯定是要填，是吧？另外，它都是通过防伪收入系统开的，所以它就填到了第三行。啊，第一行和第三行，因为你这是要交税的呀，对吧？因为你超过了起征点了，所以就要填15行。本期应纳税额是多少？得填本期应纳税额，就不能填免税喽，因为它不免呀。哎，本期应纳税额是多少？那你本期应纳税额合计，第15行减去第16行，没有第16行，所以没有第16行的时候，第15行它就等于第20行啊，就等于第二十行。没有预交的时候，第20行它就等于第22行。你看，本期应纳税额，如果有减征的话就减，没有减征的话那就不减呗，对吧？那你第15行可不就是等于你的第20行吗？那第20行如果有预交的话要减掉，没有预交的话那就是第22行。所以这种情况，15行、20行、22行是一致的啊，一致的啊。哦呦，那你把这个账反结一下吧。你反结这个账，它不会对你的报表产生任何影响的。你最后一个本年利润没有转利润分配未分利润，那你们这会计不行。你没听人说吗？本月最温馨的问号就是你的本年利润转了未分配利润了吗？没有人问候他是吧？你把那个账反结一下，反结账过去，把这张凭证补上，它不会对报表产生任何影响。你看，它不影响利润表吧？另外，它不影响现金流量表吧？第三，它也不影响资产负债表，因为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这个科目本来就是根据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在一起填的，所以这个账你可以反结账，反结账把这一张凭证补上，然后再次结账，报表啥都不用动，他不敢，啊，他不管，他那个不会影响报表的，愿意结就反结一下，你这是专业出问题了，本年利润嘛，对吧？人家干的活就是核算当年的利润，所以每一年年初的时候人家得以零的身份上场，你怎么能让人家不是零呢？是吧？那不对。好，你看同学们，我把这个先讲完啊。这是销售额超过起征点的情况，我们要填在第一行和第三行。然后这不是有税款了吗？刚才给大家填了是吧，填在第多少行来着？15行、20行和22行。这样的话，我们超过起征点的这个情况那就给大家说清楚了啊，超过起征点在这儿呢，哎，然后呢，我们这里面呢就涉及到这个税款了啊，涉及到税款了。好，这是我们关于小规模纳税人他的这个申报，我们就讲完了啊。这好几种情况呢，哪几种情况啊？这个月呢，因为我们企业里，我们手里的企业还比较多，我看一下这张图啊，我这有点看不清，所以咱们给大家截的图还是比较全面的。税局代开发票怎么报，对吧？没有达到起征点怎么报，达到起征点了怎么报，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说的情况还是挺全乎的。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应该是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不是特别难的啊。我看一下这张图，保教费是免税的，你是私立幼儿园吗？免税的话，你这个保教费肯定是不开票，开票的话也是带星号的，所以你这个保教费的免税收入这一块，它开出来的票就自动是免税的那种，对吧？那你就把它填到免税销售的那块，因为它本身就是免税的。这个你要填在第几行啊？你得填到第12行，其他免税销售额你要填这儿，保教费的这个要填这儿啊，因为你不是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指的就是达不到30万的，
第二一点呢，就是未达到起征点的，你也不属于个体户，所以你就添到这儿，其他免税销售额，因为你这个业务本身就免税，幼儿园、养老院、婚介、殡葬，这都是免税的，还有医疗，对吧？幼儿园给家长开票吗？不开。幼儿园给家长开啥票？都开一收就拉倒了吧，你们。如果你是公立幼儿园的话，这钱得交财政，财政返还是吧？你这私立园开个那个收据就拉倒了呗。好，我又确定了一下这张报表，这张表同学们啊，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个表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啊。这个表就讲到这儿了啊。如果说你是达到起征点的啊，超过起征点的就填一行和二行，没有达到起征点的，那么你就往下填，填九行和十行，说清楚了吧？好，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那我们就小规模纳税人就讲完了啊。填报说明给大家说几点啊，小规模没有达到起征点啊，小规模指的是没有达到起征点的，这个一般指的就是小于30万的那个啊，小于30万的那个，这个呢，个体工商户啊，或者其他个人，一般是添到第11行。如果说你是小微企业，一般是添到第10行。一般这两个栏次数据都给你核定好了，你看哪一行可以添，你就添哪一行，这都是核定好了的啊。所以我们小微企业，比如说你是个小规模纳税人，那你是添10行；如果你个体户或个人，你是添11行啊。这第12行呢，就是说你幼儿园这个情况，它适用于符合税法规定免增值税的情况，比如说批发蔬菜呀，对吧？什么这个零售批发零售蔬菜的纳税人，还有你这样的婚介呀、殡葬啊、保育呀、养老啊，对不对？还有医疗啊，这种免税的，那你添12行啊，这个是要添12行的啊。是的呀，你保教费你得和其他的收入分开核算呀，你不分开核算怎么能行呢？因为人家免的就是你保教费这部分的收入，没有免你其他部分的收入啊。这是我们关于小规模纳税申报表给大家讲的这么几种情况啊，这就可以了。那到此为止，我们的增值税的纳税申报你看就结束了。一般纳税人呢，他主要是涉及到的一个票据的采集还是比较麻烦一点的。小规模的票据采集呢，可能会有票据采集，也可能是没有。如果你都没有，没有这个发票的话，那就不采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的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申报，包括有代开发票的情况怎么办。那么代开了发票还达不到30万，对吧？还有呢，就是没有代开发票，而且没有达到30万，还有就是我已经超过30万，对吧？这几种情况都填表的第多少行？因为小规模纳税人这个表啊，它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张表，所以大家呢可以打印这一张表，按照我给大家讲课的那个顺序啊，把这个再添一添啊，再添一添。添十二的不用添浮表吗？免税。哎呀，这个免税这个浮表我还要给你看一看啊，你稍等一下，我要看一看这个免税。因为它这个表格修改了小规模，我们从来没有添过这个附列资料是吧？应该是不填，因为它这个附列资料添的都是那个扣除项啊，添的是扣除项。我现在手里啊没有打印出来这个浮表，所以我给你看不好。你这样啊，我记着你这个问题，我现在打印这个浮表特别不方便，耽误大家了啊。我刚才看一个企业，因为我很少添你这种情况，它确实是有两张报表，一个就是小规模纳税人的附列资料。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附列资料主要是针对于那种差额征税的企业收的。你就像刚才有人问5%是吧，这个5%这个税率特别敏感，一个就是你处置不动产的旧项目老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像这个人力资源劳务派遣，它往往都是5%，这你可以百度一下哪些行业是5%啊。另外呢，现在这个报表系统里边确实是有一张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一个是增值税的减税，一个是增值税的免税。它这个免税里面呢有一个免征增值税项目的销售额，按道理来讲你这个是要填这个表的啊，你是要填这个表的，因为你属于是免税项目，那它国家会让你统计这个数据。所以这个地方啊，你打开那个免税项目的名称，你搜索一下有没有你这个减免的文件。你像你这个应该是根据增值税条例
或者是根据财税2016年3月6日文给你减免的，你搜一下这个明细表。按道理来讲啊，正常情况下是应该是免的，我可以再跟你咨询一下，好吧？因为我没有听过你这样的企业，不过说从这个法律的原理上来讲，是应该是免的，啊，是应该是免的啊。ETC 的发票税率是5% ，ETC， 啊，那就是老项目，因为 ETC 你走的是高速公路嘛，它属于是不动产的租赁，老项目出售不动产，还有不动产的租赁，老项目就是5%的。好了，同学们，咱们就到这儿吧，耽误了大家5分钟是吧？嗯，这种情况我再给你咨询一下，我手里有个婚介。嗯，我没有记得我填这个表，我手里有一个婚介，就是那个百合网，他也是免税的，但是他报税的时候呢，我没有记得他填这个表，百合网我已经把他这个户迁走了，没有在我这儿，我可以问一下啊。好吧，同学们，那咱们就这样，老项目是5，新项目是3。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天我们是年前最后一次课了哈，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多多学习，多多努力啊，提升自己啊。没有永远的岗位，但是我们有永远的能力，对不对，同学们？那我们就在新的一年加油吧。具体是说年后来了以后，我们哪天开始上课，咱们再关注咱们学堂的通知。咱们年后来了以后呢，我把咱们这个报税的课讲完，讲完以后，咱们开始讲两个所得税的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好不好，同学们？好，祝大家新年快乐，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同学们，谢谢同学们的支持和配合啊。好，没问题，交接的这个课件我就在放假的时候有时间我就给大家说一说，主要是答疑，行吧？咱们讲交接的时候就答疑，好不好啊？我把我的这个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简单，就那么几个点啊。同学们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说一下啊。电子增值税发票你要申请啊，你得去申请电子增值税发票，申请用票，申请完了以后呢，领票就可以开了啊。好嘞，那咱们就这样吧，同学们，都祝大家过个好年啊，好好休息一下吧，都已经到腊月23了，我们还依然奋斗在工作和学习的第一线。好，谢谢同学们啊，再见，很高兴认识大家。